也要感谢媒体朋友，就是报馆的朋友，就给予很大的支持，在出专辑之后啊，就是帮我写稿啊，那些东西，谢谢你们。凌晨一点的寂寞，像夏天的花火，被照亮的脆弱，梦不到你的难过，想不到的失落，思念着冷漠，一万朵玫瑰和生命的承诺，爱给了你，心给了你，我还有什么折磨不能承受？那个疯狂的人是我，就天崩地裂或全军覆没，我不会退缩。那个疯狂的人是我，期待有一天告诉我你在故意考验我。可以大声一点吗？好耶，谢谢大姐，哎，谢谢。一万朵玫瑰和生命的承诺，爱给了你，心给了你，我还有什么折磨不能去承受？那个疯狂的人是我，就天崩地裂或全军覆没。这家伙很好玩哈，对呀、啊，专辑出来给了我那评语实在好啊，十分我拿四分，可是他的评语蛮，而且又双重身份哈，来访问我的时候就代表那个我报，我还不知道是豪宇，就是 Fresh Music 的豪宇，我说哇，这个家伙哎，对我蛮支持，然后可是我去 Fresh Music 奇怪四分，到底这家伙又是谁？然后就哇。然后就看到他，其实他不容易啦，这样子他会有时会有 split personality 这样子。是，我是双面人好了，我承认。不错啦，有没有？这个一看到那个人是我的时候，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人这个样子的。哦，是吗？就这个人贱。就哎，一边跟你好像哎很好，后来哦写四分。我觉得我们的就是乐评人需要有多一点你这样的人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有进步哈。其实一些负面的评语对我们来讲也是蛮珍贵的。对啊，因为真的我们真的有，因为 Freshman 啊，我顺便打一下自己的广告。Freshman 你看，我们真的有给零分啊，一分半。你像最近我们刚才给一分半给那个永邦，所以你是超过比永邦少一倍。哇，我要感激吗？阿里的掌声鼓励鼓励，我们。
绝对就是我们是很公平的，就是不巴结，不巴结，然后不什么，有三个故事吗？我忘记了，因为那个标语不是我想的，对，是楼下的 DJ 想的。哦 ，OK， 所以呢，其实不错啦，不错。下一首歌是，下一首歌是没有问题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希望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在那个事情之后，在我的音乐会我也请他上来，我也蛮支持他，所以有机会就让他站在舞台，就宣传自己一下也好了哈。OK，谢谢你。接下来我们来听看，没有问题。对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我们来听这首歌，没有问题。对，在还没有听歌哈，我要拿出我的独立音乐人的本色哈，因为现在连那个就是签约歌手也就是学我们哦，就是拿着专辑下台卖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所以今天呢，我只带了不多10张专辑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因为这边多数是学生嘛，哈，所以如果你出示老了，你那出示你的学生证呢？如果年轻啊，不要讲话啦。那个我知道哈，那个可以出示他的那个乐龄证，然后我就给他。OK， 就学生证我就卖你们16块了，然后剩的那些上班族的话就对不起了。就讨个好预兆了，就18元嘛，好吗？好，如果卖到完10张卖到完，我今天倒贴你们2首歌，所以今天3首歌我就唱5首歌嘛。好，这首歌没有问题，是真正帮我写的一首啊，作词的一首歌曲。好 ，Track Ten。啊，你要还给我哈、啊，因为每次这样拿的就会不见掉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希望大家以一个没有问题的态度哈，就对待生活上遇到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好吗？谢谢。有我在，没有问题。曾经这么答应你，写进微笑的日记，寂寞是为我而起。是冷风吹，我还有自己没有问题。你这背包已经没有地方不能去，享受一杯冷咖啡的滋味还可以。空虚的气知道那是一个孤独期，月亮在笑笑看我一早睡到天明，太阳底下练习时也能畅快呼吸，自己打造的风景应该也很美丽。街道不期而遇，看这里说说笑笑应该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
来一首歌，我做起来，没有问题。